台北市长的这个国民党党内初选呢，现在蓝营的这个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已经现身投票了，马上把现场交给记者李冠志来告诉我们。冠志，好了，主播，年底的七合一大选呢，台北市长国民党这边究竟会由谁来代表出战，最快晚间就会揭晓。而总统马英九呢，他也在稍早呢是从台中赶台东，台东的结束台东的行程之后赶回来投票。我们来看看稍早的画面。妈妈最近的身体状况还好吗？总统愿意和这一党谈合适问题吗？好的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马英九是全程保持着笑容，而且很快的就把票呢投入票柜里头。而面对记者询问关于母亲秦后修的身体状况如何，他也是笑而不答。那么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，把时间镜头交往棚内主播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台北市长，这个国民党党内初选马英九已经现身投票了。